你来领我人来命死的，可你的心不欠找人哎。啊，我是日本人，不过我来中国已经三年了，我非常好奇中国，而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我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。既然你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，可是嘞，跟我就出几道汉语世界考试题，你要是答个对了嘞，你就得了嘞，答不对吧就跑，乖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先去，听好了。有个慢眼嘞，在那个窗户那窝鱼死。老师听小明说的，小明，你去把他开过去呢。小明听小明说的，我擦，我不擦。问这个小明开了还是陈开？啊，这个我实在太难了啦，他到底是擦了还是没擦？哎呀，我搞不明白。能不能出下一题？行，下一题听好了。在我教室的几名委员啊，他别来听。新闻就听小明说的。小明，你去打扰他的委员呢？小明操心了，我去，我不去。问，在我小明到底去了还是曾去？哎呀。你们中国文化实在是太深了，到底是去还是没去？哎呀，能不能换下一题？下一题我肯定会。好，注意题，听好了。有个老姑娘一餐主任把她挑人了，经过分析个有那个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呢是哪个都看不上，第二个原因呢是哪个都看不上。问到底是哪个看不上哪个？哎呀，到底是谁看不上谁？太难了。还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嘞。你是哪几个的？我是来自香港的。香港的？嗯。哦，对如果话很有研究个是的。哦，我在如果老你了，非常有研究啊。行，跟我考考你那个世界如果话。没问题的啦。好的，先吃一罐。乔莫西是什么意思？乔莫西干？啊，我不记得啊，是个什么啦？就是面粉。面粉？就是乔莫木的粉，又叫乔莫面。乔莫西可以来那个乔莫西副文，那那个国内面条吧叫乔莫西格顶，不晓得？哦，我还是不记得啊。行，下一题啊。嗯，下一题。羊脸子是什么意思？羊脸子、嗯、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我知道，烤羊肉的时候撒点辣椒，不错吧？国内这个修母羊脸子呢是个草，在我草呢活动组的毛，这样疼死的呢，哎呀，活动像真穿呀你，在我草就叫羊脸子，可以吧？哦，这就羊脸子啊。行，注意的什么啊？哦，赖博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知道了，就是人家从泥地里挖出来那个赖宝和他的宝贝。赖宝就是下令托地里如果错了最大的股，他说你要吃牛哦，长得跟你的身差不多，他的脸我家没和你有争，家一等都跳出去都用，早上天里准备吃草的去哪狗子才回来的这个叫赖宝，回去看、嗯、我看你也没得过伤药了，给他你就带开这个伤呀，你等我拿块日炮。哎，又搞砸了，好倒霉了。我说县委人命死了，咱厂的官呢？啊，那边好，他的两个人怎么去跑得了？行行行，就你了，等我跑。好好好好好。